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第十六届互联网治理论坛。过了一会儿，我们要开始国际经济复苏，而且我们处于哪一个地点？这是我们的一个题目。我们现在在卡托维兹，有一些人他们亲身出席，但是有一些人也是在线参加。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要谈到这些 COVID 的大流行的一些后果，而且我们现在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复苏我们的经济。之前就是即使在这个大流行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不平衡性也是更严重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有一个机会让我们的世界经济发展得更平衡，更保持包容性。而且数字经济在这里也可以大幅度发挥作用，这个能让我们共同发展。我们现在必须要在这些最先进的电子技术做出投资，我们必须要保证所有的社会的层次都能够使用的这个数字的的经济。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讨论。在开始，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发言者。所以首先斯洛文尼亚的通讯局的部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我参加今天的会议。很抱歉，我今天也不能留到最后，我需要早一点离开今天的会议。那现在有可能你可以对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做出一个发言，可以。那如果是这个大流行病的一些教训，那我觉得这个大流行病它一大幅度改变了我们对数字经济的一些看法，而且它加大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因为现在这个电子和数字的所有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工具，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工作、进行社交或者完成我们每天的任务，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些电子的工具。第二个是这个大流行病，它明确表明我们通过更好的数字分析，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更好的采取决定，而且这些数据的分析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采用这些最发达的电子的技术，像大数据，还有其他的。我也想说，这个电子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大的优势。但是在很多方面，这个也表现了一些缺陷，比如说这些电子排除的这个现象，而且电子不平衡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更好发展这个电子的工具，我们必须要在向新技术投资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发展那些用户的一些能力。非常感谢。有些人在线上，但是有些人也在卡托维兹，所以现在我想请伊亚特·穆罕默德·尔卡蒂，就是叙利亚的通信和技术部部长。大家好，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会议。据大家所知，这个大流行病它对整个世界都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现在我们谈的是第五浪，那这个就表明这个时间已经是长的。那我们2020年之后我们学到了什么？那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通过了这个隔离，这个让我们所有的政府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所有国家的政府他们一直在考虑我们如何能够向我们的公民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而且足够的交流的工具。所以互联网就保证了我们的所有的业务都能够仍然进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互联网它变成了我们的家，所以也可以说这个路交它就由这个互联网的交通而替代。所以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基础设施做出投资。我所说的是这个网络的这个基础设施，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对应这个网络的增加的一些交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网络的基础设施做出更大的投资，而且我们必须要一直发展我们的这些电子服务。因为电子服务的发展它现在是非常快的，就比这个普通的这个电信的服务发展的非常快，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必须要在这方面花很多钱。所以现在我想请 Janusz Cieszyński 先生，他是波兰的网络安全事务的全权代表。大家热烈欢迎来到卡特维茨。我想请大家第一次在这个大厅里的各位朋友，也参加，也欢迎所有参加在网上听我们的这次论坛。多亏了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技术，改变了我们现在世界的面目。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我们成为这些改变的目击者和证人。我刚才想跟大家说的是，在瘟疫当中，上一届的论坛被取消了，那么这一次这也是再一次的论坛，我们可以参加在网络论坛上参加。那么技术可以证明我们世界变化有多么快。那么我们在谈政治当中，我们现在的战略改变都是几十年，甚至于几十年的发展，甚至于几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在改变国家世界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迅速，这些改变当中可以改变我们每天的生活，可以说在几个月几天当中改变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是可能性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能够成为我们联合国的项目当中的一些长期项目。技术改变我们的政治经济，可以说是前无
绝无仅有的、前无古人的一种做法，和其他的改变方法是不可比拟的。当然，需要更多的投资，下一步投资，但是很多的投资已经投入下去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技术，下面再可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推广宣传，让全世界几十亿人能够有接触到互联网的权利。那么数字经济和数字平台完全改变了我们发展的速度。我也非常的高兴今天我们可以说技术，数字技术确实能够改变世界，而且在过去也是未来这个设计人的想法。我们现在是见证人，我们今天很高兴在此能够讨论，我们也高兴今天能够在卡托维茨的互联网治理论坛，是一个非常波澜重要的这一个地方，这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当中的一个论坛，全球可以和互联网在线和我们联系，我们不需要再这样。我现在祝大家能够非常丰硕成果的论坛和交流，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来到卡托维茨参加大会，那么由于英国的规定我们不能来到，我们和其他的一些论坛者联系的时候，我现在想邀请我现在想发一个视频给大家一起欣赏。好像我们有一些技术问题啊，没有啊，现在还可以。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想代表 UNESCO 说几句话。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这个互联网治理中心。那我现在向大家想介绍我们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的亚洲和太平洋的一些看法。我们未来几十年我们的地区会通过非常大的变化。目前这些电子技术它已经转型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而且我们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他们通过这个电子技术的发展能够保证这个地区的所有的人民保持联系。但是到现在我们都是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这个Omicron的新型的这个大流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流行感它不会马上就结束，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我觉得未来我们还需要通过网络进行我们很多的交往。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地区，我可以说有非常多非常先进的地区，或者说使用非常多先进技术的公司，但是同时也有非常多人他们是被排除掉，就是说他们完全不能使用互联网。所以我们在发展我们这个地区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第一对这些新电子技术做出投资，但是第二，我们也必须要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利用这个互联网。所以我们必须要集中在这个有效率，而且我现在想提三点，第一个是供应。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还对新的投资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而且这个2020的这个大流亡的这个爆发，
就是当时这个中国和韩国和这个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个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他们保证能够马上就继续生产，继续交往，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他们这个水平发展。第二点，我们觉得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国家必须要通过网络进行教育，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孩子还要那些残疾，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电子技术的发展，它是有包容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快电子设施方面的投资。第三，我们必须要这个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就是让它更为密切，因为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发展是有包容性的。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在准备一个路线，就是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扩大我们的这个网络的普遍性。所以我们的这个行动的计划，也是欢迎其他的合作伙伴参加。我希望我们跟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的组织能够进行密切的合作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发言。下面我们转移到卡托维茨。刘志明去证明和我们在一起。现在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非常感谢我们参加这个会议的所有的的来宾。那在这里我也想强调，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IGF。非常欢迎所有的参加者，而且今天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是第16届，但是这次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方式进行这个会议。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大流行病，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克服这方面的很多挑战。2020年，就是去年，我们的这个论坛它是完全线上，只是在网络，没有线下。但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发展的技术，我们能够就是比较正常的进行。今年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状态差不多被恢复了，所以我们可以线上线下进行这个论坛。我所代表的就是经济和社会的委员会，我们在从事很多分析，所以按照我们的分析，明年我们的增长率会就是 GDP 增长率会达到5%，而且去年我们的 GDP 缩小了3%，所以有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这个经济复苏的第一个阶段，所以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个 GDP 增长率已经被恢复，但是在很多国家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复苏。所以这个联合国成员国家50%是明年他们的这个 GDP 的发展率，它不会达到这个，就是明年他们不会达到这个
大流行病之前的这个 GDP 增长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共同行动，而且我们必须要更有效的，对应这个大流行病的一些后果，而且我们必须要有信任，必须有希望。而且我们也必须要问，我们现在可以有什么结论呢？第一个结论就是疫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能看到，在那些进行疫苗的国家，这个复苏的速度是更快的，所以我们能看到疫苗的所有的项目让人能够恢复到他们的正常的生活。第二个是投资，就是去年或者比去年更早，就是2020年之前，那些国家那些做出一些避免大流行后果的投资，那些国家他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目前是更高的，而且如果那些国家他们做了投资，那现在他们复苏的程度是更快的。这个也涉及到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技术的适用率，或者能够接入这个电子技术的能力，因为最近十年我们因为有这个电子技术，所以才能够保持联系，所以在很多国家有很多地方人不能使用网络，或者也不能使用任何电子技术，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说这些人他们不能享受比如说在网络买东西的这些服务，或者他们也不能通过网络使用什么医疗服务等等等，所以那些网络接入率比较低的国家，他们的复苏的程度也是更也就是说更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行动呢？那我们必须要鼓励所有的国家努力，就是第一个在这个疫苗方面努力。所以在这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项目，所以他们想保证世界的70%人民和每个国家的70%人民，他们到明年半年进行疫苗，所以只有我们达到这个70%的水平，我们才能够。考虑恢复正常状态的这个希望。如果我们无法达到这个目标，那这个经济的复苏和我们其他的目标，那就一定能够那么快达到。因为我们现在也考虑到非常多经济的非常多行业，他们受到了影响。所以这是旅游业还有这个供应链等等，所以我们必须要到明年半对70%的人口进行疫苗。第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投资，但是在这方面不只是那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让我们能够就是为小企业提供一些支持的这些投资，因为这个小众企业他们一般来说是提供最多工作岗位的那些企业，
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他们投资，保持就是保证他们能够生存下去。所以为了让所有的国家提高他们的雇佣水平，那我们必须要进行那些投资。同时，我们必须要有效的投资，因为我们最多应该针对那些受害最大的损害国家进行投资。这个危机的一个因素就是或者一个部分，它就是这个债务，因为非常多国家目前他们有非常大的债务，而且他们快要失去他们的赔偿能力，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或者几个月，我们可以帮助那些国家对抗这些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 IGF 的当中，我们准备了一个新的项目，而且这个新的项目就是那些需要投资，但是没有但是有太大债务的那些国家。所以这个债务的危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国家。当然在过去我们也遇到过经济危机，但是我们尽量必须要避免未来再爆发一个经济危机。下一个题目，如果我们谈这个网络治理论坛，那我们必须要完全发挥它的作用，就是让这个网络包容性就是达到更好的水平。我们必须要解除这个电子鸿沟，我们必须要推广电子技术。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卡托维兹16届互联网治理论坛，我们必须要呼吁每个国家的社会，第一个进行疫苗，帮助自己，帮助你的家庭，帮助你的国家。我们达到了这个疫苗的非常高的水平之后，我们才能恢复正常的状态。非常感谢，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现在我们有请下一位 director， 我们的全球 Dolin Markdown 全球通讯机构。非常高兴我能再次发言，我相信大家能听见我。尤其是我想感谢的是我们的主办方，这是我的对波兰政府的感谢。表达衷心的感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学到了什么经验？在这次的COVID-19， 我想回到我以前的发言人当中，多么重要的是全球的一个通讯的联系，也是积极重要的一个对于网络互联网的一个缺失的一个重要的问题。COVID-19 已经增加了全球对联系的依赖，达到了前无仅有的地步，增加了7%的全球的互联网用户在最近的两年当中。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2.9%的29亿的人，也就是相当于37%的全球人口从来没有接触到互联网。那么尤其是在这次瘟疫当中，根本没有受到教育、工作和服务其他方面的方便，也获得不了信息。除此之外，49亿的人是这些有困难能够获得利用互联网，要么是网络很慢，而且呢价格很昂贵，或者说比较
可以说通信的话不那么畅通或者有障碍。那么现在我就想第二个我的议题就是在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对我们来说改变能够全球使用的通讯使用可以改变我们的选择，需要我们需要共同合作。在瘟疫当中我们可以共同合作取得更多的成绩，尤其是我们相互提供方法。当然打免疫针是一个方面，尤其是我们的合作。刚才我的前面的发言者也提到，尤其是在国际合作当中，那么在我们的国际通讯机构当中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来防御 COVID-19。 我们现在可以说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同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必须要向那些互联网的缺失挑战，我们要加大投资，我们要更加的扩大宣传，尤其是在互联网的宣传，而且呢要防止互联网的安全。在这次 COVID-19 当中我们还要向一些挑战，比方说全球互联网的一个通讯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不可能单独自己去承担，这是一个全球的合作，这是一个合作，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合作，各个国家可以提供所有的资源，可以让我们共同的数字转化能够更好的扩展。Jonathan， 我现在给你，非常感谢 Doreen。 我现在想进入到下一个，班尼 Simonette Di Pippo， 这是联合国外空事务办公室主任，非常高兴您能给我这个机会发言。我们在现在我们在一起的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我们所有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 COVID-19 的一个挑战。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办公室呢，联合国外空事务办公室的工作呢，我们尽量努力的能够提供在外空当中的成就，能够为所有人提供方便和服务，我们能够增加全球通讯的能力。就像我的几位发言人提出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有的时候一个危机可以让我们共同能够联合起来对应对挑战。如果说到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始终会面临着一些非常大的挑战，比方说全球对互联网的需求还没有解决， COVID-19 对把我们推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说需要全球更多的人利用互联网，我也想强调的是联合国秘书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数字互联网的推动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非常重大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关于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包括了很多的积极的因素，对于推动国际的通讯，他强调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共同的一个项目。如果说到我们的办公室工作的话，那么太空的空间在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使用作为数字传输的一个方法，而且现在已经大家应该记住太空的空间可以加快和平衡
全球的联合国的一个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而且也强调过，非常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合作关系，全球平衡的合作的发展，第十七届的发展，十七届的论坛上，我们会尤其强调合作和共同的协调发展。非常感谢。我现在想继续我们的讨论。现在我想请 Teki Akutek-Falconer 女士，那我想问你，这个大流行病它是否阻碍我们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就是达到？那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大流行病它非常明显的表明世界是一个非常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都是非常近的。第二个，它也给我们表明技术是多么重要的。第三个，它表示了我这个排除的现象它是多么普遍的，尤其是在非洲。比如说在我的国家，那些被采取的的一些政策，他们并没有排除那些贫穷，而且我看到了这个大流行病的这个贫穷率它就有所提高，而且越来越多人没有饭吃。虽然我们有一些资源被分配，但是我们并没有避免这些现象。我自己住的是一个城市，这个大流行病的时候，我帮助了一个青年，这个孩子当时他也就是不能上学，因为上学当时是在线上，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工具，通过网络参加学习，那这个就让我看。那些非常多人在这个大流行病的时候，他们没有资源，继续学习，继续正常的生活，所以这就是那些贫穷国家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提到这些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这个分配也不是平等的。在这里我也想强调，任何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单独的岛，所以我们都是相互连接，所以我们都必须要考虑其他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所有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过得好，我们经济之间合作过得好，这个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些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目标。非常感谢。那现在我想问，你们觉得如何什么障碍能阻碍这个可持续目标的达成？那现在问这个斯洛文尼亚部长。Borstan Koritnik 先生，那前发言者他们已经表示，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连接或者交流。那我们必须要进行交流，我们必须要进行交道，而且通过网络我们才可以做这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宽带网络。进行很多投资，尤其是这个 5G 的这个宽带网络，所以这个电子化的发展呢，它必须要本着这些互相信任原则，所以未来我们必须要做出
很大的投资，就是在这些国际的的通信这方面的投资。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国家的机构和一些私营公司之间的合作，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合作就是一个关键的词。如果只要在合作的只有在合作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保证所有的人被连接到网络。所以我自己作为这个斯洛文尼亚的这个内务部和通讯的部长，所以我们很多通过这些公共的资金或者国家的资金，支持所有这个发展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我们也通过这个智能城市这个项目也支持这个，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表达我的意见，而且祝大家健康，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部长先生参加我们的会谈，我们还有六分钟可以谈，那么我们应该12点就结束第一次的论坛，那么我想请亚多维·马哈迈德·阿凯蒂。请在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国的交通通讯部部长，非常感谢。我想在我们的面前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挑战，这些对于各个国家政府来说，要获得平衡全面的发展，像联合国提出的一样，我想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基建的挑战，那么这些基建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可以在这么强大的信息流当中的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我们也应该建立很多的数字平台，在这些平台上政府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为自己国家的公民，尤其在这个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等方面。另一个方面，在基建投资方面需要做的是以下几点。我们需要把通讯这个网络建立强大的通讯网络，这是两个比较积极的重点。那么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是，那么关于数字空间当中的内容，我们在网络世界当中出现的一些内容，比方说远程医疗、远程经济啊、互联网经济和跨境网购等等，和互联网网络销售等等，我们必须把相应的知识给公民们传播，让他们能学到更多的数字世界的知识。还有一点我想提到的是，重要的是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员工不光是在私企，而且在国营企业当中，所有的员工不需要能够有新的技术，这些技术能够在新的数字交易当中能够跟他们更容易的工作。我们还要创造新的一些高等教育的一些教育平台和项目和教育学生能够进行素质的改变，这样在新的教育员工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还有大概5分钟时间，我现在想问一下下面一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一大部分全球没有互联网的一个使用方法，那么如何能够加快这个数字互联网的普及，能够让所有的全球
居民都能够有互联网的互联网的使用能力，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快它的改变？首先第一点，第一，全世界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提到数字化，我们就不能够忘记在今天的世界当中还一直有大概8亿人口根本没有电，他们都没有电。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电都没有使用的话，他们不可能在，我们谈不到数字化的问题。那么首先第一点，必须要普及使用电的全面的，这是第一步，这才能保证大家能够使用。所以这就需要全球，尤其是南北球方面的合作，全球之上的合作。这种合作，全球的合作，能够使我们使用电能够普及，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要建立全球的合作联盟，联合国在这方面可以起到重大的作用。那么也需要的是各个国家的成员国能够积极的支持，而且还有各个方面的支持者。在最近的一些几年当中，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使得一些最贫穷的人能够有互联网的使用能力。非常感谢，非常高兴，非常感谢。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到 Dorin Bogdan Martin 向提的个问题。非常重要的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我想我们应该对这些障碍我们必须要解除，尤其是全球使用互联网的方法，我们需要共同的推动数字化的普及。 Simonetta di Bibo， 我非常简单的准确的说，我们必须要全球平衡合作的联合国的这个全球平衡发展，我们的办公室肯定会支持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我想说的是最重要的需要有互联网的接触，那么原因是互联网不应该非常昂贵，而且我们还应该保证基建方面能够给所有人使用。我们谈到大家必须要有互联网，那么我们必须和这些人有联系，而且这些人目前还没有使用过。 Janusz Szyński， 请。我做了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计算，也就是最近我还需要大概1000亿欧元才能够有30亿人能够使用互联网，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一个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必须要做的，需要1000亿欧元，就需要这么多。非常感谢。如果部长这样说的话，用这种口气，我相信一定能够实现。非常感谢各位主持人，各位论坛者。非常抱歉这次的开始有些迟到，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谢谢。